今天收到了两块亚萨卡的球拍，这个品牌的球拍第一次试用，声音听起来还不错，是我喜欢的声音。等一下，粘上试试。今天呢，还是用它来配配102吧，这是我试过的 Vitax 的102。想站在这块球拍上试一下，有点白胶。其实呢，我粘球拍真的有点业余，没有那么专业，白胶抹的也不是特别匀。好多球友应该在这方面上比我懂得更多一些。我用的就是普通的蝴蝶的白胶，这一款不是特别厚，我不喜欢它特别厚、特别丑的，用的是这一款。应该是干喽，就抹了一点白胶。准备粘上喽，好像这个海绵我剪的有点小。这个雅萨卡的球板我很喜欢，还有另外一个原因，它的版面比较大，比上次 Victus 寄过来的版面要大，好像比我蝴蝶张继科的那一款版面也要大。这样的不错，我觉得版面大的应该是控球能力相对也会好一些。看起来不错，等下去试一下。感谢中国亚萨卡总代理徐总，等一下去试试喽。